好，大家好啊，欢迎收看《国际象棋战术》第28期，开始训练。后吃 B6，哇，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局面。首先，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我鼠标坏掉了，我用这个触屏就弄不来。首先，它这个 H7 有一个车可以被我吃掉。如果后吃 H7，它可以走什么？它可以走后吃 F6，后吃 F6 一个将军。然后可以走后到 F7，它可以走什么呢？它比如说可以走一步，后到 D6 又是一个将军。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后吃 H7 应该是对的，对吧？后吃 H7，我没有看到后吃 H7，后吃 F6 将军，后到 F7，后到 D6 将军，后到 E7，他后到 F4 将军，我只要走王到 G8，看起来非常非常合理，我没有看到任何，而且我也没有看到任何别的什么战术。吃，这个时候我可以走后到 F7，我可以走王到 G8 吗？如果我走王到 G8 会怎么？哎，等等，如果我走王到 G8 怎么样？王到 G8 的话，我没有看到任何他的将军。后到 F7 的话，大家可以走后到 D6 将军。所以王到 G8 应该就王到 G8，我没有看到任何将军。可能王到 G8 吧。下一期后吃掉 B2，后吃 B2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做法。这个地方，首先我第一步考虑的是象到，等等啊，象到这个 D4，先捉这个后，而且这个后好像已经被捉死了。他如果，对，如果象到 D4 的话，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走，他所有的格子全被控制住。如果他后吃 D4，我们有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战术，就是象吃 H7，象吃 H7 将军，他王吃 H7 的话，我有后吃 D4，把他后吃掉。所以象到 D4 是非常正确的。然后象吃 H7，然后再后吃 D4，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战术。好，他后到 E1 进行了一个将军。首先，我们观察到我们后是进攻他的马，这个很有可能会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战术之类的。而且我们还威胁的什么？我们还威胁的后到 G8，这是一个将杀，这是一个将军，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将军，他可以走王到 H6，但是我们可以接下来，比如说后到 H8 呀之类的，这也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战术。但是现在问题是他将军，我们看有什么办法。如果这个地方我们电车，他可以走后到 E4 将军，然后我们走。啊，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个和棋，因为我们如果走王到 H2，他又可以走后到 E2 将军，这就变成一个和棋。看起来我们只能走王到 H2，
王道 H2， 王道 H2 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以走马吃这个 G2。然后我们可以走后到这个 G8 将军，他王只能走到 H6， 那后到 H8 将军，他王只能走到这个 G5， 然后我们后吃这个 G7 将军，他王一走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G2 的马吃掉。对，这是一个，这看起来是非常精确的，王到 H2 是非常精确的。对，这个是我刚才算到的。然后我们可以走这个后到 G8 将军，后到 H8 将军，后吃 G7 将军，把这个马抽掉。哎，等等，我如果吃了他的马，他也可以吃我的马。但是他这个地方，比如说走这个地方，他如果走王到 F4 会怎么样？王到 F4 我可以先马将军，对，先马将军之后再后吃，但是这看起来肯定是白棋胜。好，这个地方他走了一步王到 B3， 王到 B6。黑棋是往那边走。这个地方看起来也非常非常有意思。首先，我第一步考虑的是 A3。A3 的话它没有什么可以动，它比如说走一步王到 C6， 如果我走王到 C3， 哎，这个触屏确实比较麻烦，鼠标坏掉了，我的触屏比较麻烦。我个 A3 它走王到 C6， 我走王到 C3， 它走王吃 B5， 我走王到 B2， 他走，对，这个速度明显是我快吧，这个速度明显是我快， A3 肯定是对的。对，然后王到 C3， 王到 B2， 王吃，哇，首先这个地方非常的危险啊，否则这个象跟后，这个直接威胁着后到 H7 将军，这是我第一步考虑，他只能走王到 F8， 后到 H8 将军，他只能走王到 E7， 然后狙到这个 C7 将军，他如果走王到。可以走王到 D6， 好像看起来不是那么正确。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但是这个地方明显已经快了，快要江山。后到 H7， 王到 F8， 后到 H8， 王到 E7， 狙到 C7 将军，王到 D6。可问题现在是他的狙还进攻着我这个 H8 的后。或者我可以走后到 C7， 后到 C7 他可以走这个。不，后到 C7 是个非常严重错，对，后到 C7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错误，因为他可以走狙到 C8， 狙到 C8 的话他赢我一个狙，对，这是个后到 C7 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后到 C7 是个严重的错误。但是我好像也没看到别的呀。等等，再算一遍。后到 H7 将军，王到 F8。啊，我不一定要走后到 H8 将军，我可以先走一步狙到 C7， 把这个 E7 格子给控制，把这个 E7 格控制住，然后我再威胁着这个 H8 将杀。等等，再来一遍。首先后到 H7 将军他只能走王到 F8， 然后这个地方我可以先走一步狙到 C7， 控制住这个 E7 格，但他这个地方可以走 G6 格，
他这地方可以走 G6， 刚才他走 G6 的话啊，要走 G6 的话直接吃到后就可以，呵呵，那看来是正确的。那后到 H7 将军，然后先走一步追到 C7， 控制住这E7格，对，就是这样。好，还是非常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我这个鼠标坏掉了。